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不分种族国家，起身来颂扬，在宝座前高举双手。从这代到那代，万民不停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，极尊崇你为王，高唱哈利路亚，极敬拜弥赛亚。
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祝大家晚上平安。那么我们很感恩神，我还能够再次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然后虽然我们现在是疫情期间，我们还是不能够回到教会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实体上的这样子来聚会，可是我们还是很感恩神的这个网络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网络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。那么今天我会分享的主题是关于家庭祭坛。那么我们会应用的经文是在箴言书22章第6节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，你们翻开圣经箴言书22章第6节，你们一起翻开圣经箴言书22章第6节。那么我会用的圣经版本是和合本修订版，所以我会跟大家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，所以那么我们还是要翻开圣经，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箴言书22章第6节。第六节，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同心，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神，我们还能够有这个机会，我们还能够来参与这个聚会。神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虽然不能够实体上的来聚会，可是神你都仍然保守着我们，你仍然给我们这一个网际网络，我们能够透过这种方式来一起来聚会，来分享神的话。神啊，我需要神你给我这一个能力来传讲你圣经的话语，让你圣经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追求你，能够更加的爱你，能够更加热心要为神你而活，能够更加渴望看到教会能够复兴过来。求神你来帮助我，我需要神你的力量，我需要神你给我这个能力来讲解你的道，并且让听的人都能够得到造就。求圣灵一直来感动弟兄姐妹们，让弟兄姐妹们能够更加热心来为神你而活。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神，祷告来奉靠我们基督这个名求的，阿们。好，那么我在这个18号，我现在来分享的这一篇道叫做家庭祭坛。那么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一篇道？主要原因是因为呢，我想到就是因为今年教会的主题也是叫做同心合意复兴教会。然后一般下个星期日21号的时候也是父亲节，所以我就想要分享一些东西是跟家庭有关系的，就希望可以透过这一个方式来让大家可以看到家庭祭坛的重要性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很渴望教会都能够复兴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种渴望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想要希望祷告的时候希望教会都能够复兴过来，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一个团契，来参与这一个聚会，来参与崇拜。那么要教会复兴是有很多种方式，就包括了读圣经，包括了祷告，包括了传福音，当然有很多种方式。那么今天我想要介绍的一个方式是叫做家庭祭坛。因为我们如果很渴望教会可以复兴的话，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要看重的就是家庭。因为如果家庭如果没有管理到好，教会也会很难复兴。所以如果家庭好，教会来的时候呢，有不同的家庭在我们当中，然后呢不同的家庭全部如果都很热心爱神的话，我相信这间教会是很快就可以复兴的。所以那么我今天就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家庭祭坛。那么什么是家庭祭坛？到底很可惜就是这一个时代很少人都会有这个家庭祭坛。就通常问过的每一个年轻人啊，问他们到底家里面有没有家庭祭坛，很少数啦，不是没有，很少数会讲他们有家庭祭坛，然后甚至有一些都不懂什么是家庭祭坛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。家庭祭坛简单来讲就是家庭成员全部聚集在一起，一起读圣经，一起祷告，一起唱诗赞美神，然后是由父亲来带领，由家庭这一个的头，家里的头来带领这一个家庭祭坛。那么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是蛮看重这个家庭祭坛的，可惜就是现今的教会我们都很少缺乏去看重这一个家庭祭坛，特别在以前清教徒的时代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一个家庭祭坛的。
清教徒就是在17世纪、18世纪里面兴起的一群基督徒。那一群基督徒呢，他们的这个神学思想是非常非常的丰富，那么他们都很渴望为神而活的。那么这一群人呢，他们是非常看重这个家庭祭坛，他们看重到一种地步呢，他们甚至说，如果父亲不带领家庭祭坛的话，他们不能来教会领圣餐。他们是看重到这种地步。所以还有就是他们不是就只是这样子罢了，他们甚至每一对夫妇只要他们一结婚，夫妻只要一结婚的话，他们第一晚那一个牧者，教会的牧者就一定要去到他们的家去教他们怎样做家庭祭坛，然后让他们接下来可以每一天都一直做这个家庭祭坛。清教徒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看重，然后他们甚至是每一天365天都会进行家庭祭坛，然后每一天2次。所以我是希望呢，讲 这篇道能够激发弟兄姐妹，激发教会能够想要有这一个日程，想要开始这个家庭祭坛来教养孩子。当然这不是一个威胁，不是威胁大家，如果你没有开始家庭祭坛的话，你不能领圣餐这些。当然我不是想要威胁大家，我就只是想要激发大家。当然里面会包含这一些威胁，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好好教养孩子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我是希望基督徒的父母们，每一个做基督徒的父母都可以开始这个家庭祭坛，也非常鼓励有在听的年轻人，这些青少年人，在你们以后如果你们一结婚之后呢，希望你们也可以自己成立自己家庭之后也能够开始这个家庭祭坛。因为我认为家庭祭坛是最好的方式来教导孩子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基督教信仰。这一个真的是很少机会我们会有机会谈到信仰的东西在家庭里面，所以我是认为家庭祭坛是最好的方式了。那么多数人会给的借口就是说，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家庭祭坛，或者是一些就会讲，我不会做家庭，我的家人不是基督徒，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我可能不会做，然后呢，所以我就不要家庭祭坛了。可是关于这些问题，我等一下会回答，你们的这一些问题的。那么，可是我现在主要的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能够看到家庭祭坛的重要性。而这篇道呢，不是要教大家怎样做家庭祭坛呢？因为如果要教大家做家庭祭坛，那个还需要另外一场道才能够讲完整篇这个要讲做家庭祭坛。可是我最主要现在是要让大家看这一个教养孩子的重要性，主要是要让大家可以有这一种日程，想要去教导下一代的信徒，以后可以兴起来为教会为神而活。所以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经文。那么刚才我们也读到了这一个第六节，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。那么我今天现在第一个重点就是要给第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这个教养孩子的责任，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重点，就是教养孩子的责任。那么如果你们看刚才这一段经文的话，这里讲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，在还没看这一篇之前，你们先看上面两节。如果你们看第四节的时候，第四节他讲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财富，尊荣生命为赏赐。这里是讲关于到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们的心是存谦卑，然后呢他们就得财富、尊荣还有生命，这些都是他们的赏赐。那么第五节的时候就讲歪曲的人，你们俄本身体是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罗网，保护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那么这一个歪曲的人啊，这一个乖僻人，主要如果你看原文的话，它是在指那一些恶人，那些邪恶的人。邪恶的人他们路上有荆棘和罗网，这个荆棘呢是属于是会痛的，会让人疼痛的一个东西，也就是在指那些会伤害人的一些罪恶。这一些恶人他们的路上充满着那种会伤害人的罪恶，很多种罪恶都可以伤害你的生命的，甚至有很多罗网。罗网是会抓住一个人，那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们犯了罪，他们被抓住的话，他们会继续犯更多的罪下去，他们会被抓住，然后呢永远
都一直在放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歪曲的路上充满了这些罪恶。然后呢，保护自己生命的，你注意下面他讲，保护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如果你看重你的生命的话，你不要去靠近这些歪曲人的路，你千万不要去靠近他们的路。那么就来到第六节的时候，他就突然间跟我们讲，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里第六节的时候呢，箴言书这边是要呼吁大家，你要教养你的孩子，教养你的孩童走当行的道，走正路。那么如果你看这个教养这个字呢，教养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呢，原文里面包含着训练的意思啊。就比如说你在家里面，你需要训练你的孩子，就好像在训练一群兵士这样子，要训练一群新一代的基督徒，让他们以后可以知道怎样在教会服事，可以知道怎样传福音，可以知道出去外面社会的时候可以仍然找一些教会来参与在当中。所以圣经是叫我们训练自己的孩子。而且这个孩童这一个字也很特别一下，如果你看回原文的话，这个孩童这个老二，他其实这一个字呢里面也可以被翻译为少年人，他不是就只是在讲那一些婴儿小孩子罢了，他甚至也包括着少年人在当中。特别是如果你看创世纪那边，他们约瑟他在17岁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创世纪第37章第二节的时候呢，那里约瑟他17岁的时候，你们和本是称他为童子，是称他为童子，17岁了他才是称他为童子，而且用的字跟这里是一模一样的拿二。然后呢，在约瑟30岁的时候，他30岁创世纪第41章第12节的时候也是称他为拿二，他30岁了还是称他为孩童。可是虽然你们在和合本那边你们会看到他30岁的时候他才称他为少年人。所以我主要重点是这一个父母有责任去教导孩子，去训练孩子，去训练下一代的信徒要走正确的道路，训练他们去跟从圣经，跟从我们的上帝。那么请问教养孩子是谁的责任呢？通常很多人都会认为教养孩子就只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，当然这一个也是我们主日学老师的一个责任，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教我们的教这些孩子，教他们关于到神的话。可是这个不是单单是主日学导师的工作而已，这个不是主日学的导师责任而已，不是我们去教你们的孩子吧，主要还是父母要教养自己的孩子，要训练自己的孩童走神的道。所以很多父母有时候我发觉会不会忽略掉这一点呢？我们父母会不会忽略掉去训练他们，去训练孩子关于到你要怎样走正确的道路？我们是否也没有教他们遵行神的话？因为这些是圣经的应许啊。如果你看圣经以弗所书，如果你们翻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，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解养育他们。你要照着主所教导的，耶稣所教导你的来，这还有这些劝诫去养育他们啊，去教他们什么是圣经，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，圣经里面讲关于耶稣的什么，圣经里面讲关于福音是什么，这些我们都需要教导他们的。因为如果没有人教导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会明白呢？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而父母我相信自己生出来的孩子，这一个孩子呢将来也是要成为耶稣的门徒的。所以你也父母也是要会去使孩子，教养孩子，他们训练他们能够做基督耶稣的门徒，因为这一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啊，给我们的大使命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教养他们。然后呢，所以我现在就来介绍就是这一个家庭祭坛，就是说我认为家庭祭坛是最好的方式去教养孩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小时候呢我是没有家庭祭坛的，可是
最近我才开始，就是差不多是今年我才开始家庭祭坛，而且还是我带。所以呢，小时候父母都常常是有一些父亲通常都是做工，然后呢，我通常就是做功课，然后呢，母亲就忙她的家务，然后通常都是没有时间，很少时间会有机会讲关于到信仰的问题，很少有机会你会特别找一个时间来讲圣灵，多数就是就比如说就是崇拜完了之后，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会问他们，然后他们就给我回答，这样子罢了。然后我认为是非常的少了。对我来讲，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发觉我父母跟我讲关于到信仰是特别的少，而我认为家庭祭坛是最好的方式去讲关于到这个信仰的。为什么呢？清教徒他们相信呢，家庭祭坛是养育孩子的根基，就是说你要教养孩子的话，就是透过家庭祭坛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清教徒他们365天，我刚才也讲过，清教徒他们365天都一直在做这个家庭祭坛，而且是从他们一结婚开始就做了。然后所以他们一生下孩子的时候呢，那一个孩子从小从婴儿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一起家庭祭坛，就一起唱诗，一起祷告，一起来读圣经，然后父亲就会开始解释信仰，解释圣经里面的教训给这些孩子，让他们以后长大的时候可以明白神的话。然后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每一天一直这样子做了，你从1到17岁了，因为17岁考完 SBM 过后，通常我们就是18岁就是出去外面社会工作，出去外面社会读书了的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孩子1到17岁，你365天都天天给他这个家庭祭坛的话，那么他1到17岁，你可以有6205次机会跟他讲家庭祭坛。请问你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多机会可以跟他讲的？所以我是相信家庭祭坛呢是最好的方式去教他们，去训练他们关于到圣经，关于到我们基督教信仰，去传这个福音给他们，去告诉他们不可以离开这个信仰，直到你大都不可以离开。然后呢，所以他们也相信父亲是在家里面是很像一个小牧师这样子，而家庭就很像一个小教会。然后呢，这一个父亲就要知道怎样去带领自己的会众，带领自己的孩子，带领自己的家庭成员去明白神的话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父亲是必须要做一个属灵的领导者，他不是就只是供应家庭罢了。当然这一个是父亲必须要做的，可是呢，父亲也是必须要做一个属灵的领导者，他是家里面的祭司，要会教导自己的孩子，从小就这么做的话，用圣经就可以教导他们重生，教导他们基督，教导他们地狱，教导他们天堂，教导他们圣经。这应该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，我认为。我相信如果每一间教会，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话，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做这个家庭祭坛的话，我相信呢，这个家庭会是很美的。他们长大之后，这一个孩子真的是会很美，他的属灵生命会成长比较快，因为从小就给他这一个教导了，从小你就天天跟他读圣经，跟他一起祷告，跟他一起唱诗赞美神。那么我现在就来到我的第二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，你们看下去这一个第6节这一段经文，他这里说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那么我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关于到教养孩子的结果。请问如果你好好教导孩子的话，请问他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如果你们想我有刚才讲的第5节的话，想一下，想一想看，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多的引诱，这个社会超级多的诱惑，这些财色名利都是会引诱少年人离开神。少年人只要一出去外面，如果他们没有信仰根基没有扎好的话，他们出去外面肯定是偏离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翅膀硬了的时候呢，他们出去外面不再回来教会了，也出去外面也在参与教会。我认为这一个是很可怜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父母，我们是否有尽好我们的责任去教养孩子？从小就给他圣经的教导，从小就要给他们圣经的教导，否则他们以后出去外面真的是很难再回来了。
所以如果父母不教导孩子信仰的话，他们就会受世界的影响，世界就会教导他们很多种其他无神论者的观点，会教导他们，他们就会想，哎，是哦，这些圣经里面可能都只是一个就只是童话故事化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他们就会信仰根基没有扎好的话，就是这样子的，他们就是会受世界的影响。所以如果父母好好教孩子啊，如果父母好好像这个箴言书里面所讲的这样子，好好教养孩子的话，好好训练孩子走当行的路，走正路，走公义的路，走神的道路的话，他们是不会那么容易忘记掉的，他们真是不会那么容易忘记。如果你好好教孩子的话，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忘记掉。我就给一个比喻，就比如说，就给一个例子了。我认识我听过有一个讲员，就是名叫 Joel B.K.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听这一个周必克，他的名字叫周必克 Joel B.K. 那么呢，他有讲过他以前的经历，因为他小时候他是有父亲都是有带家庭祭坛的。那么他记得他哥哥曾经有讲过，在他小时候，他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父亲每一次带领他家庭祭坛的时候，每一次读关于到这个《天路历程》这一本书的时候，这一本故事，这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呢，这一个孩子他看到父亲流泪，然后呢，这一个孩子他哥哥就想，我父亲真的是经历过这个信仰，他真的是经历过这个基督教信仰，这个基督教信仰不是假的，这个基督教信仰是真的。所以以致他长大之后，他真的是很难偏离基督教信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小的时候他看过父亲流泪，他看过父亲敢被这个福音感动，他清楚知道这个是真实的，这一个信仰不是假的，这个信仰是真的，不是像世人所说的是一个童话故事罢了。他相信他父亲经历过，所以他就出去外面的时候也是不会偏离这一个信仰。所以如果你好好教导孩子的话，父母如果我们好好教导孩子的话呢，孩子出去外面是很难会偏离，因为出去外面的时候，他们如果被世界要影响他们的时候，如果你每一天都教导他们圣经的话呢，他们就会回想起父母曾经的教导，然后呢他们就会很难偏离。可是也不代表每一个孩子只要有好好教养的话，他就一定不会偏离，因为这一段经文从来没有讲他一定不会偏离的，这一段经文就只是讲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罢了，他从来没有讲他一定不会偏离。因为的确也有一些孩子比较少数哦，的确有一些孩子他们如果父母已经尽好他的责任的话，可是这个孩子还是离开神了，然后通常父母就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失败，可是也尽量不要灰心难过。因为呢，如果你已经真的是尽好自己的本分的话，孩子离开这一个，孩子已经偏离神的道的话呢，你就只好为他祷告，因为你自己已经尽好本分，然后呢，你就求神帮助他，帮助这一个孩子，让他出去外面的时候，让他还可以回想起父母曾经的教导，让他以后有一天也可以悔改。让他以后有一天也可以说，如果他有一天真的圣灵感动他，圣灵改变他，圣灵重生他的时候呢，他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他就会想回，是我父母曾经这样子教导过我，我曾经奉为有耶稣，可是我现在真正经历到耶稣了。所以不代表每一个孩子都不一定不会偏离的，如果偏离的话，你就只好为他祷告，重点是父母一定要尽好本分，父母你一定要尽好你的本分去教养孩子，关于到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信仰。那么我现在就来做一个总结，就回答刚才的几个问题，就是说很多人都想没有时间做家庭祭坛，我很忙，每一天很多工作要做。那么我就用一个例子，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认识不认识这个斯布哲牧师。斯布哲牧师是19世纪里面英国那边是人家称他为讲道王子，他是我认为教会历史里面最会讲道的人，最影响我的人就是这一位斯布哲牧师。那么斯布哲牧师他的妻子也曾经讲过，斯布哲牧师真的是一个很忙碌的人，超级忙碌。斯布哲牧师很特别一下，他
在以前的时候，他的教会有6000个人，是当时候19世纪里面最多人教会最大间的教会呢是6000人，就是司布真牧师的教会。然后呢，司布真牧师不是就只是要讲道，他甚至是星期日、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四都需要讲道。然后他还开一间神学院给神学生，然后星期五还要准备课程去教导这些神学生。然后他还甚至还开这一个孤儿院，他还需要去管理这些孤儿院。然后他有66个关怀机构，就像曼荣新希望这样子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管理66个曼荣新希望呢、啊，是真的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。66个关怀机构，就是代表66个事工，这一个司布真牧师需要管理。还有司布真牧师每一个星期他一定会读完六本书，六本很厚，不是薄薄的书，而且还是很厚的一本书。他需要读完六本书，每一个星期读完六本书，然后写下读后感来放在杂志里面，基督教信仰的杂志，基督徒的杂志里面给人阅读。他每一个星期需要读完六本厚厚的书。然后还有谁可以比他更忙碌？想想看，还有谁可以比他更忙碌？他就算这么忙碌，他每一天6点半晚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召聚他的妻子还有他2个双胞胎儿子来家庭祭坛。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点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家庭祭坛，不会忘记要顾虑到他自己的家人的这一个属于生命的状况。然后如果慈不真不慈他真的是出去外面讲道的时候，没有机会在家家庭祭坛的时候呢，他母亲就是他的妻子啊，苏斯安娜就会帮忙带这个家庭祭坛。所以母亲也是做一个，母亲也是要教导孩子的，不是就只有父亲做的职分。所以呢，从司布真牧师，我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很忙碌的人，可是他还是很看重这个家庭祭坛。重点是我们是否把这一个教养孩子看成是一个重要的职分，还是我们就只是认为这一个没有关系啊，没有教养不用紧的。我相信司布真牧师可以，你也一定可以。就算你说你很忙碌，可是我相信司布真牧师这么忙碌都好，他还是找时间给自己家里这个家庭祭坛。我相信你也是可以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借口就是说，我不会做，我从来没有学过，不用紧。你可以从读经跟祷告唱诗歌开始，你不一定要开始跟他们解释圣经，你就只是简简单单带他们读圣经，就回到家的时候就简简单单带他们读圣经，带他们祷告，从5分钟到10分钟开始也可以，不一定要哦。今天回家竟然自身弟兄讲一定要家庭祭坛，我回家我要做1个小时家庭祭坛，不要这样子，你会死掉的，真的。所以从5到10分钟开始就可以了，因为家庭祭坛通常我家里面的家庭祭坛呢，就只有差不多10分钟到25分钟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搞定了。因为特别是如果你家里面有少年人、有小孩子的话呢，他们是不会搭讪到15分钟的，所以呢，你给他们至少5分钟到10分钟。如果你是刚刚开始的话，你就从5分钟到10分钟开始也可以，就带他们读圣经，带他们祷告，然后呢，慢慢开始，慢慢更加会，慢慢越来越会，然后来慢慢你研究圣经的时候，你慢慢明白圣经的时候，你可以开始慢慢去教导他们，然后你甚至也可以去读一些关于到家庭祭坛的这一些书籍，然后呢去看这一些书怎样教你家庭祭坛，然后你就从那里去学。重点是你是否有没有这个意向，你想要你的孩子是怎样的人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基督徒吗？你希望你以后你的孩子出来社会的时候是仍然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吗？你希望他以后找了妻子也是基督徒吗？你希望他以后他的下一代也是基督徒吗？你希望他的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他的后裔都是基督徒吗？如果你希望的话，你不能忽略掉教养孩子的这一个责任，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就要教。所以今晚听讲这篇道就直接开始，
不要等，不要等明天，你等明天之后，你肯定明天会再讲，我再等明天了。直接开始。我的家庭祭坛就很简单嘛，就是每一个星期的，我们也每一天做了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我就是每一个星期的晚上八点，我们一定家庭祭坛。然后呢，家庭祭坛就只是很简单，就是一开始祷告，然后过后呢，一起唱一首赞美诗的诗歌，或者是送上杰博士的短诗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开始读圣经，读圣经啊，过后我会解释一点，然后呢，过后我们会读一本书，就是这一个约翰加尔文写的这一个基督教信仰纲要，明白一下基督教信仰是什么，然后呢，过后我们又会唱一首诗歌，然后祷告结束，可以了，10分钟吗？25分钟搞定。很简单嘛，其实，所以我是希望这一篇道，我是希望可以让大家，可以激发大家这个热忱去教导下一代，这一个基督教信仰，因为不然他们以后出去真的是会被社会影响的。讲真的，这个社会真的影响力很大，我真的很不希望我们看到少年人出去外面的时候就不再回来教会了。我们很希望的就是他们。出去外面还是仍然坚守他们的信仰，所以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能够看重好好教养自己的孩子，教导他们这个圣经，用圣经来教他们。然后呢，那些还没有结婚的，特别是少年人，像我这样子还没有结婚的，也希望这一篇道能够激发大家，在以后如果我们结婚了的时候，也能够跟自己的家庭第一晚就要开始了。就算你只是夫妻罢了，你没有孩子，夫妻罢了也不要紧，两个人也没问题的，只要有两三个人聚会，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就算有两个人，你也开始家庭祭坛，你也开始一起读圣经，一起祷告，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相信如果家庭复兴的话呢，教会也会复兴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同心合意复兴教会，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能够一起同心合意，一起来复兴这个教会。如果家庭都能够好好看重这个信仰的话，我相信不同的家庭来到教会一起聚会的时候呢，全部人都看重家庭，全部人都看重这个信仰，每一个家庭都看重这个家庭这个信仰的话，那么这个教会也会跟着复兴，因为教会里面都是不同的家庭啊，所以。教会也会这样子复兴过来，然后呢，如果教会复兴的话，我相信就可以在这一个社会，在这个社区里面去为神发光，去为神传来这个福音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代替我们受了这一个审判，使我们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救赎，我们能够被神怜悯，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。我们是否渴望把这一个真理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呢？也要让下一代能够明白神的大能，能够纪念神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，我们都能够好好同心合意，一起来复兴我们的教会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能够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。神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家庭我们都能够好好看重，让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好好看重这一个教养孩子，从小就教导他们这一个圣经，也就是你给我们这一个热忱的心去开始家庭祭坛，去在家里面教导孩子祷告，教导孩子唱诗，教导孩子读圣经，让我们从小就能够有这个信仰根基扎稳，并且以后出去社会的时候能够仍然坚守着这一个信仰。神啊，我渴望求你来帮助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能够复兴过来，让这个教会都能够一起看重这个信仰，都能够看重你的这个福音。求神来复兴你的教会，你使你的教会能够归正，行在你的道路上。求神及圣灵来帮助，我需要圣灵的帮助。感谢你，祷告的奉靠我们基督耶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